说演那个，哎呀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打断一下 啊，马上要演的这个节目名字叫做沟通。嗯，除了这两位太监之外啊，还有我们直播生活晚高峰的新主播王冰冰，以及我们庄家院的主播严兴博，各位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，接下来的这个节目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收看，掌声有请。晚上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生活，我是关键。最近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反映，有人呢打着送福利送健康的旗号呢在兜售一些药品，欺骗老年人。在这里直播生活提醒您，不要轻信，以免上当。刚才喊我啥？谁这王八羔子？那小子滑不稽溜，大牙一呲，谁是王八羔子？真能闹！问我是干啥的？小伙，我姓范，专门卖保健，里边是啥？其实就是散白糖和棒子面。至于好不好骗，反正钱是没少赚。今天咱开一大讲堂，过年能不能吃得上肉，就看今天出不出钱了。哎呀，我看看啊，这俩帮手怎么的了？坑特别多，到哪儿了？抓紧啊！捡老太太，我跟你讲啊，对啊，快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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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哎，痛快的啊，哎，好嘞好嘞，哎，小范儿啊，小范儿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。这不王大爷吗？是我。哎呀，大爷，咋这样？我有事儿找你 啊！直播生活可都演了，那卖保健品、卖药的都是骗钱的啊！你不能是惦记我兜里的钱吧？大爷，真的，看那破节目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小范我为人最诚实，但凡说一个假字儿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打雷了。疗程不够啊，还得加一疗程。这哪是打雷呀，大爷？过年了，不知道谁家熊孩那个熊孩子给我看住了啊，放二踢脚，二踢脚。那我定那个还给我留着？必须得给你留着，大爷，咱得啥来着？要幸福，要幸福，要健康，要健康，要幸福，要幸福，要健康，要幸福，要健康。哎，要健康啊，要健康。花儿啊，哎呀妈，花儿啊，你别走啊！哎呀妈，可找着你。哎呀，张婶啊，你别咋的了？花儿，我可找着你了。干啥呀？前一阵儿我在你这儿买了好多保健品呢嘛。啊，大娘吃完她也没效啊，还家里还剩了好多盒，能跟你商量商量，能给我退了吗？退了，真能整。哎，有些时候我就说啊，就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一天也不听个话呀，告诉你们都吃了都吃了，你剩一半能有效果吗？不能剩。大娘想退呀。大娘啊，咱不能剩，咱们还得要健康，对不对？我想退。退啥呀？退能退健康，能退幸福吗？不能，我们还得要健康。来，跟我喊，要健康， 要幸福， 退，要健康，要幸福，健康幸福。哎，我祝您长寿，2017年提前拜年了，拜拜，么么哒。咋想的？你这能整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大哥，哎呦我天！我说你俩这耽误事才来呢，你到处堵车。你看，这上个活刚完事就往这赶了吗？差点没耽误活。范哥，嗯，今天又忽悠哪个老太太？今天啊，有个老太太姓刘，一会儿就过来。昨天我小区发传单的时候，老太太可上赶子了，我一瞅就好糊弄啊。过年咱们都得吃点肉，就从她身上出菜了，明白没？哎。范哥，咋的？那先把钱结了呗。你俩这结啥钱呢？你是骗子，我是托。你咋的？你先把钱给他。你俩那没出息的样儿，咱们能不能有钱？不过还得看一会儿咱围拢的明不明白吗？都得从那老太太身上出钱。你干一个活多少钱？我就问你。咋的？一人不得80块钱呢？80块钱，瞅你俩那样儿。干好了，涨5块钱，85行不？糊弄明白了，咱185都行。你俩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？一会儿啊，咱们这戏得给他围弄好了啊！一会儿围弄好了之后，我跟你说，啥钱不是钱？过年谁都那人家都先给钱，你看，我们上哪去？这不是，那老太来了，哎呀呀，来了，走戏走戏走戏啊！那个啊，范哥呀，啊，再给我来几盒呗？来啥呀？这太脱销了，我跟你说，还来呢？这都没有了。范哥，嗯，我妈得脑血栓都已经6年了。哎呀，没用你的药之前走道啊，这样式的。但是用完你的药之后啊，那走道赶疯了，哎呦，嗖嗖的。太好使了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范哥，
为什么这回来我非得要再来几盒？你咋的了又啊？就这药的效果，就别提有多好。哎呀，那么好啊！就原来我爸哈，啊，就那血糖啊，老高了。哎呀，那么高啊！自从吃完咱这保健品以后，嗯，那血糖嗖一下就降了。哎呀，要我说你俩啊，一天天的就不知足。嗯，你还来两盒，你再来两盒，你爸血糖干没了；你还来三盒，你来三盒，你妈插个板能飞了。咱这药好使，得普惠大众。今天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宾 VIP， 我得给人家留着，明白不？哎呀，唠着热乎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不我刘妈吗？哎呀，刘妈呀，咋没来呢？问你那油来的吗？妈，早备好了。是我。来，哎呀，油拿着吧，就等你这油回去做菜呢。哎哎哎，妈妈妈妈妈妈妈，哎呀，哎，走啥呀？走啥呀？妈呀，问你个事儿啊，嗯，咱回答个小问题，嗯，你说是健康重要啊，还是回去做饭重要啊？反正你净开大妈玩笑，嗯，那命都没了，那还吃啥饭呢？看你。我妈多聪明啊，真明白事儿。妈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是，我跟你讲啊，嗯，今天啊，你拿这油，只是一重礼。咋的？还有米呀？还有米呀，后边还有大惊喜。妈，啥大惊喜呀？跟你说，今天来狠人了。哦，谁呀？老狠了。咋狠呢？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的新民辽中法库的来的，除了专家就学者，给你们来。送健康，而且看见没，在座，在座是不是都花钱买票来的？是不是？看见没，这都花钱买票来的。我给你留了一个 VIP 的座，380，免费送你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咱娘俩这关系，一般人我都不给他呀。380一整啊！你还回去做饭呢？你白给大妈的。那可不。那孙子要放学了。咋整？还不明白呢，大妈呀！妈，哪个粉圈蹦过来的？你俩怎的？你俩呢？那个刚才我听范总说有那个票是吧？哎呀，很难得呀！我今天就奔那个票来的。是吗？那个大妈不要吗？啊，我要。你要？那个给我爸来一张。怎么的？你还要有580买啊？我给我姨。哎呀，你还得加77。对对，哎呀，这票要炒到这个份上。别，加啥价啊？我要了，我饿了。不是大妈，你不坐，你坐那吃啥呀？我饿着孩子呢，那个你回家爱吃啥吃啊。去，你看，不是范总，我还请了。来日方长啊，咱以后还有机会，咱得先来后到，尊重老人嘛，对吧？传统美德，对不对？我们公司最讲诚信，是不是？干嘛呀？嗯，你看看啊，嗯，今天现场来了好多朋友，哎呀。啊，咱们看看大家伙对我们这个产品的使用和信赖程度。行，好吧，做做调研啊。在场的各位，咱都不是外人，喊一声答应一声，配合一下啊。爹，妈呀，哎呀，这些妈呀，我妈嗓子挺粗啊。听听大家伙的呼声啊。啊，想不想要幸福？行。想不想要快乐？想。想不想要健康？想。看见没？哎呀，这气氛，行事不？这比那经济频道春晚都热闹。那啥玩意儿啊？妈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喊那大那都是前戏，都是前边的。不能光看广告，咱得看疗效，是不？得看看疗效啊！在场的各位病友啊，有没有和我们愿意主动分享一下治疗后的成果的啊？有。哎呀，真主动，真主动，又蹦出来了。大妈，嗯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我二大爷，啊，他们都已经10年了。妈呀，没用我放个药之前，啊，就搁炕上躺着。哎呀，用完之后，啊，嗖一下子，站起来了。你看看，神奇不？你说，太邪乎了，你这那算啥呀？这怎的了？大妈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嗯，就原来我妈，嗯。那身材，嗯，跟好泥似的。妈呀，那不地刚成精的吗？血糖血压都保了你。后来自从用完咱们这保健品以后，哦，对，瘦的跟美玲似的。妈，那不筷子成精了吗？那身材，那简直跟魔鬼一样。
但治病还减肥。哎呀，这太有效果了。哎呀，感谢两位听友跟我们的分享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希望你们健康，拜拜，么么哒，拜拜。哎，好嘞，怎么样么么哒，效果怎么样？花儿啊，啊，咱们给大妈也整一套呗。啥玩意儿？给大妈整一套。哎呀，我的亲妈呀，我给你纠正个字儿啊。怎么呢？那叫整啊。那叫啥呀？那得抢，多火呀，多销了，我跟你说呀，嫩火呀。哎呀，这就看咱俩不是母子胜似母子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使使劲啊，你帮大妈研究研究，给总部打个电话问问还有没有备货啊。中。哎，娜娜呀，啊，哎，对，我范总啊，啊，哎呀，备货都没有了是吧，年底都脱销了。哎呀，那还有没有，你高低给我留一个啊。嗯，怎么的，留一套给你妈了？你妈是吗？我妈就不是妈吗？这么的啊，你把这套保健品留给我妈，过年我去孝敬你妈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嘞，哎哎，再见，哎，好嘞，么么哒，哎，拜拜。咋说的？搞定。哎呀，范儿啊，你可真是大妈的亲儿子。行事不？太行了。那这样吧，咱们保健品已经订完了。哎呀，交钱吧，3000吧。还管妈要钱呢？妈，这话唠的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对不对？那大妈这也没那些钱呢。妈，你想要健康？想。那我给你指个道儿行吗？你说，我听你的。最近啊，咱们公司啊，最近正在搞这个促销内购活动。啥叫内购啊？买三赠一，还能让你当刘总。呀，当刘总行吗？妈呀，以后所有的只要你帮我们宣传，只要这货从你手里走的，都有你一份。按照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，一个月也不多挣，也就挣个3-5万吧。哎呀，范儿啊，他妈能当刘总啊？当刘总怎么的？当刘总没有感觉是吧？来，在场的各位，咱们来喊一个刘总行吧，让大妈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氛围，好吧？一二，刘总，一二，刘总，一二，刘总。哎呀，太爽了！怎么样，这感觉？还能挣大钱呢？啊，三号。一套3000吧，三套才10000出头，你一下子你一个月挣3-5万块钱，你还差这一点钱吗？10000多呀。哎，这么的范儿，你不跟大妈说啊，当刘总啊，当刘总一个月能挣个3-5万吗？对呀，你从大妈那3-5万里扣出去呗。是不对不对？没毛病。妈呀，我跟你说，咱那不能都是个那个那个，不是等于骗人吗？我们得讲究真诚，咱们得按规矩办事儿。反正啊，你要这个不要的话呀，后边排队的可多了。怎么这俩事儿干啥呀？你不要的话，我们都在这排队呢。你看你，范总啊，啊，大妈说不要了，不行，啊、我买3盒，你赠我1盒，我当刘总行吗？哎呀，你当刘总啊，那我看也有门啊。你看你没听过女士优先呐？能不能让着点儿？我还想当经理呢，给我，给我。我这样啊，我得问我妈一句话，她要不当名额才能给你俩。妈，不行啊，我要了，我要了，好使不？大妈，你嫌贵吗？为啥？你看看，你瞅，给我妈着急的。这样啊，二位，咱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当刘总吗？当经理吗？以后机会多多的啊，么么哒啊！咱们一会儿再打个电话，我们也来两分。老哎呦，可别老摸他们了，尊老哎呦，哎呀，我的、哎、呀妈呀，别敞亮啊！3800，来3套，当刘总11800，妈。大妈没带现钱啊！哎呀妈，真能整！现在谁还有现金呢？啊、刷卡的才是贵族。POS 机备好了。妈呀，全乎啊！那可不，妈带卡了。那妈带了，带了。哎，公司卡。妈呀！啊，只要买了我们的保健品，只要你健康了，多活20年，啥养老钱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，妈？大妈舍不得呀。还得要健康呢。这大妈养老钱呢，有的是后钱儿啊。
来吧。妈啊，输密码啊，输密码。当刘总挣大钱儿，确认。哎，不对妈，咋的了？密码错了。那哪能呢？你还得吃我们保健品，你还得加两个疗程，这记性不对呀、啊！你这再来一遍，来，一二，走你。挣大钱，当刘总，确定。不是这卡怎么回事啊？咋的了？这密码还不对，不是信号的事啊！我你妈，你不知道，我看看信号 啊，这咋回事啊？这密码能错呢？这谁能把我密码给改了呀？这是妈，哎呀，找你半天，这是干啥呢？来了，买啥呢？买东西。买啥东西？妈，赶紧吧，回家等你做饭呢。买保健品。哎呀，妈，等会儿，又买啥保健品呢？你看看咱家那保健品的盒子，盒子摞起来比你都高，而且啊，我就再怕你买保健品，我把你那个卡密码都给你改了。你个缺德玩意儿，你改的我密码啊？是呗。哎呀，你说说，我这买不成了，买不成了，回家妈别买了，他们都是骗子。走吧。那站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你干什么呢？妈，这谁呀？我干儿子。他谁呀？干儿子。我大儿子。哎呀，你好，大儿子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妈，这都什么人呢？走，妈，咱别听他的。咱回家，他们都是骗子。走。怎么是骗子的？妈，咱是骗子吗？人对我可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说他不是骗子？好，我问一问你啊，人家卖那个保健品的呀，都有那个许可证，你们有许可证吗？妈，咱有许可证没？人家有。哎，我都看见在上面挂着呢。有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看仔细啊，那是卖粮油副食的许可证，他骗你呢。啥证不是证啊，妈？对，哎呀，好，我再问一问你啊，人家卖那个保健品啊，正规保健品都有那个小蓝帽子标志，你们有吗？那玩意儿你有没？蓝帽子？蓝帽子、绿帽子的，妈，你看着没？咱放那保健品的宣传啊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说，咱得好好想想，你说早晨起床啊，咱们是先戴帽子呢，还是先穿袜子呢？那肯定得是先穿袜子。对，大妈没事，你大妈没事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看咱那个标啊，是蓝袜子标。大哥过时了，来，继续。人家有蓝袜子。拉倒吧，妈，什么蓝袜子、绿袜子？回家，走。那不能走啊，你还得要健康呀。哎呀妈，赶紧的吧，别再被骗了。哎呀妈呀，咱还得当刘总呢，是不是？哎呀妈，当啥刘总？快走吧。妈，咱还得挣大钱呢。哎呀，行了。钱了，哎呀，一天天你也不找个家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，你知道我多难熬吗？一回家你就玩了个破手机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我天天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只能冲着那猫说话，他能听懂个啥？你瞅你给我妈气的，我都潸然泪下了。我不是忙吗？天天就知道忙，咱还得要健康。哎呀，去，来，爸，气死我了没？我跟你说，这两天啊，你没看电视，直播生活啊，曝光了一批骗子，专门骗老年人的钱。那不是他们？你看吧，哎妈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你不能信。今天来之前呢、啊，我就跟那个直播生活的记者。关键他们联系好了，我都把他们给带来了。净扯！你看，那关键还能来？妈，如果他们说他们是骗子的话，你信不信？哈，关键能来我就信，对不对？行啊，咱都做个见证。妈，咱可说好了，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。给你能耐的，等着啊。关键能整呀！他净瞎说话。喂，关键呢？刘总，对不对？对，刘总比谁不大？对，他们都在这儿呢。对，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。好，你们快来吧，快来吧。妈，我打完电话了。一会儿你看看谁来。我不信，还谁来？妈，你看看，你看谁来了？呀，关键！你好，哎呀，走了，怎么你见面？今天啊。
我们接到了不少群众的举报，说有人在这里啊打着送实惠送健康的旗号在骗人，所以我们协同相关的执法部门呢，今天来啊将他们抓捕归案。您刚才的整个过程啊都被我们事先安排好的这个案拍机都拍下来了，这就是他们的罪证，不能信。他们是骗子。是的，他们是骗子。大妈，不瞒你说呀，之前大妈都让骗子骗了十几万了，这可把我给坑惨了。哎呀呀呀！妈妈妈，您别激动啊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这事儿啊，我也有责任。咱们平时啊沟通太少了。没错哈，也借着这个机会，过年了，子女都回家和爸爸妈妈团聚在一起。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可以和我们的爸爸妈妈好好的交流交流，多多的互诉衷肠，交换想法。免得让人钻了空子，这也就是说我们得啊多沟通。是